要拍要狠的，开始跟我说，开始啊，开始啊。现在记者所在位置是台北市文山区捷运站190的话，这边生活机能特别好。你看，坡道平面车位24小时管理，还有那个贵族世家、屈臣氏，还有必胜客、全联，什么都有，还有摩斯汉堡。对面就是汉兴百货。对，这位摄影记者动作较紧的。好，采访一下路边民众，民众对这里的房子有什么看法？我上电视了吗？我上电视了，大姐，妈，我上电视了。哎，好，民众不受控，好，收下，谢谢。